阳谷县令史文奎啊，把武松叫到了二堂，当面对他讲，要让武松在他衙门里边当一个步兵都头。武松听完了史大人跟他说这句话，他半晌无言。史大人瞅着武松，他就奇怪了，心想：我让你当官，怎么你还不说话呀？史大人说：武松，你可要知道，这个步兵都头不是一般的人想当都能当得上的啊！别说是个步兵都头，就是我这个衙门里头普通的一个衙役，他们想要来当，那得是费一番周折。那么当上这个衙役之后，要想到都头这个位置上，必须得先当了班头，然后再往上提升，才能当都头。今天我让你一步登台，这是初次。你在景阳冈上打了虎，为阳谷县的百姓除了害，所以我重看你一眼，才让你当这个都头。你怎么不说话呢？武松说：老爷，老爷您收纳我，提拔我，小人我感恩戴德。只是您让我在衙门里边当差，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我得跟我的大哥商量商量。你大哥啊？我大哥就是在阳谷县县城卖炊饼的武大，今天我跨马游街已经见到他了。衙役们回来跟您说过了吧？我正在我大哥的家里。我大哥从小把我拉扯长大成人，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像这样的大事我必须当面跟我大哥说一说，得经过他的允许，我才能回来跟老爷再回禀。哦，史文奎一听，感情这个武松还很义气，对他这个大哥竟然如此尊重。那好吧，那你就回去问问你大哥，愿不愿意你快给我个回信，我这个都头正好刚空缺。武松说好。于是武松由打这个地方辞别了史大人，就回转了武大郎的家中。回来进屋上楼之后一看呢，好，武大郎跟潘金莲这两口子守着这一桌子菜，正在这待着呢，等武松呢。菜呀、都炒好了，在那料着呢，可能都放凉了。酒呢在旁边烫着，潘金莲在那边坐着，武大郎在那椅子上蹲着。为什么武大郎蹲着？他个矮呀，坐着吃饭呢，他总觉得这桌子太高，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在那椅子上蹲着。正在那蹲着，一看武松回来了。兄弟，回来了。回来了，大哥。老爷找你有什么事儿啊？大哥，是这么回事，这老爷呀，想让我在衙门里边当差。啊？当差？当什么差？让我在衙门里边当步兵都头。好事儿啊！你怎么的了？我还没有给他回答。你怎么不给他回答呢？我想是这样，我得回来问问您呐。问我？问我干什么呀？啊，这步兵都头那是个大官啊，那他要给你这个大官，你为什么不要？大哥，您愿意我去当官吗？我愿意。你当官？你当官我求之不得呀。兄弟你知道吗，咱们老武家往上倒三辈没有做官的啊，都是平民百姓，现在要让你当官，这是咱们家祖坟里冒了三股青烟呐。啊，兄弟快点回去，你告诉那个老爷，你就说你愿意了。你要问我的话，我愿意，我十八个愿意。潘金莲在旁边说了：你瞧瞧你急的那个样子，兄弟饭还没吃呢，回来问问你，你总得让兄弟把饭吃完了再回去。啊，这个不行，金莲你不知道，现在这年头办事啊，就得趁热打铁。这老爷高兴要提拔你个官，你要说在这吃完了饭再回去，
高兴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老爷那个心里边就变了卦了。这一凉他就改了主意了，兄弟，这饭呢凉了咱就热热，这官这事要凉了可不好往回找，快点回去就说愿意愿意。武松一看呢，他大哥比他心里还着急，所以武松急急忙忙就又回到了衙门，一见老爷史文魁，跟老爷说了，我跟我大哥讲了，我大哥说非常愿意。史文魁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给你三天假，因为你跟你大哥见了面了，哥两个叙谈叙谈，三天以后你就到衙门里边画卯上班，我呢让手下人在我的衙门后院给你收拾出一间房子来，给你准备一套铺盖，你就在我的衙门后院里住。武松一听，好吧，事情已经定了，武松该办的手续马上都办了，办完了武松转身就回到了武大郎的家中。来到楼上，武大郎先问，怎么样了，老爷变卦没有？武松说，没有，我已经手续全都办完了，就等着三天以后上衙门里边去画卯上班了。哎，好好好好啊，兄弟快点坐坐坐。潘金莲说，我把这菜给你热一热。潘金莲到下边把这菜又重新给热了热，端上来了，把酒倒上，这一家三口人在这儿同席共桌。武大郎今儿高兴，一个是见到自己的兄弟了，再一个是见了兄弟的兄弟马上登楞一下子就当了衙门里边的步兵都头了。这个步兵都头在阳谷县来说那可是个不小的官啊，啊，抓差办案的头啊，很多人对这个官职都非常敬仰的。武大郎今天破例多喝了几杯酒，脸儿也喝红了，这个精神也兴奋了，当着潘金莲就讲起来了，我这个兄弟呀，当初小的时候是我把他拉着长大的，他怎么挑着武松吃百家奶，后来武松长大了闯了祸，他又怎么替武松去担当大祸，前500年后500载，唠唠叨叨的就在这说上。潘金莲说，行了行了，你少说点吧，听听咱们兄弟说两句吧。武松说，大哥，老爷跟我说了，在这衙门的后院啊，给我收拾出一间房，准备一套铺盖，到时候呢我就搬到那里去住了。哎，你怎么搬到那儿住去？兄弟，你到在这儿了，你应该跟哥哥我在一起住。潘金莲在旁边就说了，叔叔啊，嫂子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你大老远到这儿来是找你哥哥来了，你这个哥跟你这个兄弟跟一般的兄弟可不一样，感情不一般呐。正像你哥哥刚才唠唠叨叨说的这些话一样，你是发小跟你大哥长起来的，你没来的时候你哥哥当着我提你呀，几乎是天天得提个两三遍，今天好容易见着了，你说你要搬到衙门的后院里边住去，这不显得我们兄弟之间不那么亲近吗？啊，让外人知道了准得笑话你哥，更得笑话你这嫂子，准说你嫂子家里边容不得你，所以就这么一个兄弟还给挤着到衙门里边去住去了。看见没有，咱们家房子可不紧，楼上我们两口子住，楼下呢厨房对过有一间闲房，我把那间房给你收拾干净了，安一张床，放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足够你住的了。你呢在家里边住着，上衙门里边上班，一早一晚我伺候你的饭食，衣服缝缝补补，将将洗洗，这都是嫂子我的事儿。咱们一家人这不很好吗？你一个光棍男子汉自个儿上衙门里边住，让别人看着不笑话你，要笑话你哥和你嫂子。潘金莲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武松一听，哥哥嫂子这是一片真情啊。那也好，嫂子哥哥，那我就跟老爷说一说，我搬回家里住。哎，对对对，我马上明天就给你收拾那间房。武松是这样，我吃完了饭立即就回衙门里去，
参军连说等明天收拾房干什么，兄弟上衙门里边去，咱们马上动手，到下边就收拾这房子。吃完饭之后，武松到衙门里去了。到衙门里一看呢，感情这老爷心更急，安排两个土兵已经给武松收拾出一间房来了，铺盖也摆好了，床铺也安上了。武松到这一瞧，哎呦，武松说你们动得挺快啊。俩土兵说那可不，老爷下命令我们敢违抗吗？武松说这样，我呀不在这住了，这铺盖我卷着，我拿回家去，上我哥哥那住去。哦，您搬回家住。对，这间房啊你告诉老爷，谁愿意住再住。这俩土兵一听，哎呦，我说五爷，您干嘛这样啊？老爷给你这间房你就留着，您在这衙门里边一做工啊，说不定没白天没晚上，您要是抓差办案，万一是贪了晚了回不去家了，您就在这间屋里住。你看看给你间房你还不要吗？您就两处房，怕什么？愿意住这儿住这儿，愿意住家去住家去。武松一听也行，这两个土兵把这房子收拾好了，把这个铺盖夹出来之后，房门一带锁上，把钥匙给了武松了。武松拿过这钥匙来，夹着铺盖就回了家。当他回家的时候，一看呢，楼下这间房也收拾完了。潘金莲跑借饼儿，借来了一张床。借饼儿是哪？借饼儿有个茶房，又叫茶馆儿。这茶房里边有这么一个寡妇老太太，人们都管她叫王婆。这个王婆啊，自从潘金莲跟武大郎两口子搬过来之后，就跟潘金莲处的比较近比较热，所以说潘金莲急着要找一张床，现打床来不及了，跑王婆那儿借了一张床。王婆说了，这张床我用不着，就白给你了，所以把这个床就抬过来了，给武松放到这屋子里头。原来就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摆了好了之后，潘金莲把这屋子打扫了一遍，桌子椅子擦的是一尘不染。咱说过潘金莲这个人那可是干活非常麻溜的那么一个人。武松回来一瞧，这屋子里边都收拾好了。潘金莲说，兄弟你看这屋子怎么样？武松一瞧，哎呦，这屋子挺好，比衙门里边那间房好啊。武大郎在旁边看着乐，嘿嘿，哎，兄弟既然这样的话，从你往后你就在这屋里边住了，咱们弟兄两个好好的谈谈唠唠。潘金莲说，是啊，我说武大呀，咱们兄的高升当了官了，咱们做哥哥做嫂子的是不是得庆贺庆贺？对，得庆贺庆贺，今儿个这顿饭呢不算，咱明儿个做点好饭事。潘金莲说，我找借饼的王婆帮着我来做菜。好的好的好的，就这样。于是武松把这铺盖放到床上，就住到哥哥家里。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这武大郎跟潘金莲把借饼茶房里边那王婆找来，帮着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武松跟他的大哥和嫂子同桌共饮，武大郎啊高兴。从这儿开始啊，武大郎的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窗一样。这两天他也怪了，武大郎上街卖炊饼比往常卖的都多。为什么呀？武大郎感情成了阳谷县的知名人物了。他怎么成了知名人物了？沾他兄弟的光了。在武松景阳冈上打火，在阳谷县跨马游街，阳谷县全县城的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这位打虎英雄。后来又听说在衙门里边当了步兵都头了，当了官了，这更了不得了。说这人们传说什么的都有啊，这老百姓乱传乱讲，有的就说了，说知道不知道啊，那打虎英雄武松他哥哥就是在门大街上来回串街走巷卖炊饼那武大，就那小个。是吗？真是哥俩亲哥俩呀？哎呦，那个武大就会卖炊饼，怎么那个武松能打老虎？人家那么大本事，这哥俩差的悬殊太大了。你知道什么呀？啊，人家那个武大那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我听人家讲啊，那武松全身的武术都是跟他哥哥学的。你看武大那么矮呀，
哎，那小哥一跺脚就上房啊。是吗？哎呀，那是侠客呀，那感情啊，一身好功夫啊。这后来有的人听着不之后就不信，能吗？在街上碰见武大卖炊饼就过去问去了。哎，我说武大郎，听说您不光是会卖炊饼，您还有一身好功夫。啊，谁说我有一身好功夫？大伙都那么传呢。您练的是哪门的？哪门的？我就会和面。得了，听说您一跺脚就上房。我跺脚上不去，那得搬着梯子，还得有俩人扶着我，我能上去。真的吗？那可不呗。武大郎是老实人，实在人，自个儿不会吹，别人替他吹呀，他自个儿还得往回说实话。后来大伙就说了，这赶的，别看那哥俩呀，那武大照比那武二差远了。那武大什么也不会，就会卖炊饼。尽管如此，阳谷县里边有几个卖炊饼的在街上，但是谁也没有武大卖的多。为什么呀？大伙愿意买他的炊饼，都知道，呵，那是武都头的大哥，大虎英雄他哥，买炊饼得买他的。所以呢，武大郎这生意也兴隆。武松呢，住在哥哥家里边，潘金莲对武松那可是照顾得非常周到。早晨起来，武松要上班去了，一起床，潘金莲把漱口水打好了，撂那儿了。武松这漱完了口，潘金莲那边洗脸水打好了，撂那儿了。脸水是不温不烫，手巾搭在那铜盆边上。武松洗完了脸之后，潘金莲那边早饭端上来。武松吃完了饭，潘金莲把武松的外罩铠氅拿过来。这武松弄得心里边非常不落忍。嫂子，您别这样，我一个人在外边闯荡惯了，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心里我特别觉得不得劲儿，这一切都由我自个儿来。兄弟啊，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你自个一个人闯荡，那是因为没有你嫂子，如今有你嫂子在这儿了，这些活就不能让你干了，你就安心上你的班，你哥哥安心卖炊饼，家里边的事儿就都是嫂子一个人的。